现在我们来讲解薦椎原始点的示范。我们现在来介绍薦椎原始点的按推方法。首先要先确定薦椎的位置。第一个，先摸尾椎骨最底端。好，这个摸到了之后，拇指顶进去，然后整个三个指头从骨头盖上来，啊，并齐的盖上来三根指头，然后指头旁。一般这个就是薦椎了，那我们还是要往上再顶一下，看看薦椎上面还有没有空隙。如果往上顶是骨头哦，那这个就是薦椎的最高点。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按，然后直线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哦，薦椎也有四个点。那一般的按推方法。最好以对侧去按推，也就是我现在站这样，最好推对面。那如果我要按同侧，最好我还是人要过去，这样才可以施力道，才可以比较好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进一步示范。先拇指触到尾骶骨，三根指头并拢，然后食指测试，好，这个就是，然后我们再往上顶顶看，哦，这个也是骨头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薦椎第一个点。好，找到以后，我们工具拿好，工具拿是拿这样，啊，掌心向内，好，那直接顶上去，好。顶上去之后，这个手就扶在这里。那高度呢，跟我们在揉腰椎不大一样，腰椎是这样，那这个手法是这样，提得比较高，提得比较高的用意，方便于整个手肘比较尖锐一点，直接可以顶进去。好，那我的姿势呢，膝盖。这时候也稍微弯曲了，整个，哦，人也靠过来，那靠过来一定还是这个手肘要对到你的胸前，这样整个身体的力量才能够顶进去。好，已经姿势都做出来之后，我们开始来按推。第一个点也是前后，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，接下来最后一个点，这一个点有时候滑滑的，那还是一样，前后。这一侧揉好之后，
要揉同侧，那我的人就要走过去。好，这时候我人绕过来这里之后，一样，现在我要揉他的左臀，那我们一样用拇指去测试，三根指头并拢，第一根指头是放在骨头上面，然后另外两根并拢上去，好，就在指头的旁边我们按下去，这个就是荐椎。那荐椎按到了，记得往上再顶顶看，哦，这个是不是骨头？哦，这个确定骨头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。那现在左侧的臀部我们就要换手去揉了，刚刚右侧我们用右手，现在左侧我们用左手。好，大家看，我这时候右侧当支撑手，那左侧这个手一样拿这样的方式，好，也是前后，膝盖也是微弯，身体靠过去，它也一样在你的胸前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，好，第三个点，好，第四个点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荐椎原始点手法的补充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谈荐椎。荐椎现在一般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是找点的位置，有些人在找第一根指头本来是要放在骨头上，然后这个拇指就是这样，也是并拢的，但很多人为了找的时候他就把它张开了，哦，结果找到上面去。那如果这样并，你在即使旁边找也都会找到骨头，所以第一个找一定要注意这个都是并起来，然后以拇指这个顶端对着尾椎骨，哦，这个顶端，然后轻轻靠着，不能太大力，然后这一个就这个食指就直接放到骨头上面，这样就不会找错了，绝对不能张开，张开一定会 找到上面去。好，那这样轻轻放着之后，好，另外中指跟无名指并过来。好，那你在这个指缝旁，好，按下去，这个就有一个凹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荐椎。但是这样找了是不是一定就是我们第一个点呢？不尽然，你还是要往上找。好，然后往上找到碰到硬硬的骨头，哦，这个硬硬的地方下面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点。那有些人呢，他的这个宽度可能比这个宽甚至比这个窄，那没关系，你找到了之后你一定要先触摸，这个有里面有没有骨头，上面有没有骨头，它一定是在骨旁，这样找就不会犯错。好，我们这个第一个点找出来之后，紧接着这里有四个点，二三好四，甚至这个第四点可以对着尾椎骨这样对过来，甚至在下面一点点都没关系，好，差不多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第四个点。那尾椎骨是在这里，这个点在这里更下面，好，几乎就快到臀横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点。手肘放下去，这时候不能放得太低，一定要抬高，这样尖尖的才能凸显出来。那这时候还要注意的就是这里一定要90度，不能太斜，斜的就会往外推，一定要往身体往前，那保持这里接近90度，那直接顶进去，好，这样就能够揉到。好，那就在这个缝，那个前后的幅度一定要小，要不然会碰到骨头，
这样每一点。好，到了下面的时候，这个有一点滑滑的，你还是要顶进去。好，那前后